手工精油灶整套自动化生产线由双推切一体机和转盘压灶机和手工灶包模机组成。下面介绍一下每台机器的功能。第一台切灶机可切不同形状的灶条，只需要换管子和模具，可以根据你们的产品重量在触摸屏里调节切割厚度。采用双切提高速度，切割精准光滑。 第二台转盘压灶机可压圆形灶和正方形灶，压印 logo 以及成型，把粗糙的灶压光滑，然后采用机器手翻转手工灶，到第三台包模机上进行 PE 膜包装，包装好就可以装盒进行销售。 优点：采用自动化液压动力，分割器定位，节约人工成本，安全稳定高效，操作简单，方便实用。